你的居然有一滴耶、欸！刚刚进去化掉了吧？不是，是一片雪刚粘上去。哦，那就是我的。没有，好卡了。黑的好像没什么在滑、欸，这么多的雪。让我们两个自己乱跑。对、欸、啊，随便我们搞。觉得额头会冰几下，我都很懒，没有把它拆开，还好吧。我就讲维持它的松紧度，不过没差，你都已经那样，就维持那样。因为我的是松的，对啊，就这样拿下来也是松的，对啊，所以就没差。稍微修正回来，踩错会被绊倒，我觉得。嗯，只要身体不是太朝后面的话，两只脚是可以轮流支援的。今天就练乘风破浪了。嘿嘿，结果最平的地方最难，差点没摔死。平的地方，今天就有其他人来了，应该是今晚，应该是明天早上。正常人的话，就是新干线第一班，接着两天那个巴士，然后就来，然后住一个晚上，再滑一天晚上走。所以礼拜六最贵。哦，对啊。超贵的，好像两倍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我看了一看，觉得啊，礼拜六回家回家，而且一回去还有两天的假、欸。我都没有念书哎、欸。有？难道你开学前就要念书吗？连我的老师都说这个新课本更难。班的时候，老师会叫我们看
先教文法，然后才开始上课文，所以我比较习惯这个顺序，而不是一边上到后就突然莫名其妙的讲一下，然后散散乱乱的讲。但是他那个老师还是我们这学期的老师，糟糕，没了，最后一个学期了，对，全都算这里的。怎么办？啊，没关系，我就是要向那个德尔玛，你同事他老婆去报那个什么，报哎呀，日文资源去找人家讲话。那个涩谷、新宿还有四谷什么都有一些，就是而且是不用钱的，外国人练习中心。我说那个是要钱的，2000块而已。也有不用钱的，总之就是各种地方。不过不知道他们现在在 Corona 之下有没有变化，但是就是有这些东西。要叫我还是会告
好走。我没有在看欸，我自己在这边摇来晃去，因为刚就已经算松松的了。一点点，谁先下？都可以啊。怎样？拿卫生纸把它擦一擦。哦，好。拿软一点，你这个。我推两下，然后等会再补油，好吧？嗯哼。对啊。嗯？不知道擦到哪去。因为叉子叉子又血进去又变成水，不啦不啦。好，看一下，有好一点，有好一点，因为刚是湿的，我看不见。哦。不要太煽情，这样转弯就好好的转就对了。对啊，好好的转的话，其实弯可以很小。
很好呢。左脚站着稳。还好吗？真的雾还是？三个弯跑到那去了，你刚刚三个弯就到这了。对啊，我现在在练习把弯坐起来。就是我的速度不会那么快啊，就是练习单脚的同时，它可以帮我慢一点，就稍微左转一点点就会慢起来。我在练这个。好，很慢很慢。怎样？砰砰砰！是啊，就跳跳跳啊！还很远吧？看那个红色的，即使这么深的雪也可以这样子小转，不过它好像有点不好平衡，顶不住啊。我可以停下来，而且我可以慢慢的控速。你不会要叫我要冲了吧？没有啊，这里冲会摔死哦。冲很费力。对啊。
以用很正常的姿势滑的，滑平行滑。我不会跳啊，我不会跳啊，为什么跳？因为我用很正常的姿势滑，就是不要后坐啊，就是正常的往下、啊。还好啦，跳也没差、啊。原来他是用这个滑法、啊。类似，好像到那里都还有动力，所以可以不用冲啊，还是它动不了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是有，有那么深吗？到大腿。对啊，有那么深吗？奇怪了，嗯。好，走啊！哪里要冲？随便啊，随便你决定。我觉得你要比他早一点冲，不然他那边动不了了。但是我刚觉得在这边我好累。嗯。
结冰啊。嗯。结冰，你用手掌贴外面那一侧加热，然后把它变成水，然后才擦得掉，不然卫生纸撸不掉。加热才擦得掉它。你要先手掌碰着，大概十几秒之后才能擦。差不多了。嗯。可是这样怎么办？你要擦到干。要补那个吗？其实你接下来就摆着。那如果它就那样子，一直是冷冷的状态的话，下一件事就是你要让它，等一下戴上去的时候，你不要让它有起雾的环境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头发都要收好。你现在的头发都在眼镜里。嗯。对啊。还有就是周遭的海绵也都要洗干。
带看看。是啊是啊，好，你还想玩吗？啊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对啊，还是会觉得都没有办法练，没有，这里也是练啊。嘿啊，刚刚一瞬间有点快往前扑了。继续啊！自己哟呼！
但是我都已经后退。这个时候就会觉得鞋子很松，对不对？我的两个脚都觉得可以在里面微微的活动。对啊，我肌肉脚更大。不过重点是脚踝动不了就好了。没有哎，从来动。我是脚背在动，就是脚背觉得拇指可以每个脚趾可以这样撸一撸一撸一这样。啊，是同一个人吗？他的下半身是那个吗？是哦。好吧。那你继续滑，你继续滑。还好啊，还好。就是头发造成的。是哦。哎呀。我先下来，你先下。还是我从下面录你好了。哦，那你先下。那我大概下到。不用，你用 GoPro 看我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就我只下到那个喷风扇就差不多了。我会看这个。哦，好啊。后座了，后座了。还好。哈哈，前进又后退。对啊，走了吗？你要先吗？需要我看你吗？好啊，轮流。
哦，冲很远呢。这样感觉很深吧？刚有一个雪板也是呀呵，鬼吼鬼叫的就飞走了。对呀、啊。自己叫，叫给谁听呢？只有我们听得到。不是哦，前面的跟后面的是一组的吧？应该是这样。叫给他听的。是啊，是啊。先取个物。打开真的有用吗？已经起了物就没有作用了。嘿呀、啊！嘿呀、啊！嘿呀、啊！这样对吗？管他的，就是松雪可以用这招啊，无敌101招。哇塞！这块可以很自由的走。是啊，其实上面也可以。对啊。尖叫，叫的是前面还是后面？他的蹲法好诡异哦，屁股很后面，身体很前面，变成一个丁字形。有平衡。对啊，就这么过去了。还不能冲吧？不用太早冲。对，不用。
还可以滑三趟。下下下衣服就大啊，不会啊，这边也要，啊，也。
是反的，没差、啊。你看看，脸再调亮点啊！哦，我忘了调白色。来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好。那你不要动，我帮你拍。哇，好亮哦！你又拍到手了啦！哦，好。你手拿的方向就不对了。我刚刚也看到了，又不朝花花叫。对，三二一，回，好。这张比较光线比较好哎、欸。那是因为我推很多，你又说怎么那么亮？要调 live， 我不喜欢 live。我没有调它。我一开始不会试哎、欸。我也没有动它。
一直跟着。我说很丑的姿势，脚手很低。跟来跟去啊，还可以，只要跟得住就是 OK。休息吗？轮流看对方啊，先到那条线好了。那就你先下喽。下那么远啊，有没有太远一点？好了吗？又走了，好，很好。下那么远，GoPro应该拍不大到吧？真的吗？你刚刚说我说是两个这个啊？没有啊，我们刚刚是在一个这个拍这一个，没关系，轮流。啊？我以为要到这一个欸。没差，这是 iPhone 拉近才有办法。没差啦。接着我先下了。
好了哟。啊？好啦。这么近哦。嘿啊。接着滑，一只手提得高高，那个时候就是山顶了。快摔倒了。这是人都快翻过去。一只用右手救住。好啊，继续啊。哦，第二次，现在第三次就没了。不用花力气了吧？还好。要跳跳。跳跳跳跳。好紧哦。